艺能基金会有三种任务类型：控制、收容、保护。到时候你别添乱就行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异能事件会发生在任何地方。你是怎么看上我的？阿俊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陈俊是我的下属，我对他个人没兴趣。没兴趣你还来找他？